你所在的地区受实名认证无法开播，开播你个头啊！不管他了，我不直播 B 站了。OK， 没事，我们今天就继续直播。妈，垃圾 B 站。哇！啊，我同学说他只有80抽啊，其实还蛮困难的，对不对？这只也是我帮他抽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这种有这个美尻啊、巨乳的角色都特别的有缘，对。加上呢，最近其实我好像运气还算是不错，所以我相信呢，可以这个和平快乐的收场。对于这种呢，这种角色呢，原本以为是美尻的，结果呢，他涂满之后呢，却是欧派新人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连我都想抽了。然后今天是帮我朋友代抽，所以各位呢，希望你们看到我很快的把他抽到的时候呢，希望是一种欢呼，而不是一种很生气的表情。我觉得说代抽这种东西呢，就是大家开开心心，我抽的开心，他也被我抽的开心，对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单抽护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第一个是抽，今天的抽卡有极限，不可能没有极限，这不是我的账号啊！难不成我要帮他代氪金吗？日币很贵耶，9800才一单耶，开玩笑。没有没有没有 skip 的，我们今天只有80抽 ，skip 一下结束了。开台5分钟，多么无聊呢？我们今天可以开半个小时耶。糟糕了，一定是音乐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学这个宇宙法老。宇宙法老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。我们今天只能学这个平民般的东西啊，平民般的东西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这个瑞赫主题曲。转转转转，为什么你不转？干，礼装够哎。完蛋了，20抽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把朋友打死了。哎，一张礼装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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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还可以，可以啦，他打活动比较轻松嘛，有点微妙。哎，有黑石可以啦，有黑石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这样就会有那感觉了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有感觉，有感觉了。拜托，好不好？我给我朋友一个交代，今天我没有抽到，他以后再不会给我代抽了。我以后就不能抽日版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？啊，有了有了，干妈大，不是旗帜啊，干！哎，四星礼装，我不要旗帜，我要枪职，枪职，给我枪！照理来说啦，一般他都会放一个跟五星一样的直接，可能放一个枪职的四星，再加枪职的五星来挡你的路，就这次不是。这是枪职跟旗职直接分开来。世界を救いましょうね。哦，妈大好骚哦！其实妈大挺骚的，我觉得。在这个纯白的衣裳下呢，有着一道邪恶的距离。哎，是发生什么事呢？是音乐的问题吗？是音乐的问题吗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再来这首啦！我原本不想用这招的。167，刚好剩下一单的量了，我已经抽了30抽了。好，剩下的50抽有没有机会？不知道。今天如果没有抽到，我朋友就不跟我讲话了。塔诺姆，塔诺姆，塔诺姆！500年的王子，枪枪枪枪枪！哎，剑！哎，有了有了，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，有了，阿雷哥一下，有有。可不是啊，看我被骗了，都是的。所以我觉得不是音乐的问题，而是我人品的问题。剩下40抽，这个挑战有点严峻啊，真的。52分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各位不要紧张，好吧？我们决定了，既然没办法靠法老，没办法靠什么非洲酋长的之力，我们没有氪金之力，我们今天是代抽嘛，就假装学一个游戏一样啊，抽卡神曲。我那是的汤，多罗 ，Monster Hunter， 啊！干，没有转机，好，保底还没出，保底还没出，都有机会。啊，保底出来了，敲枪，他有一个美敲嘛，然后他是枪指，所以我们叫他敲枪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动作，然后就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开始摇手机，这样，他就出来了，太可怕，重开游戏，重开游戏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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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还有30抽啊，大哥，把东西先看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。哎，好，52分。我把他抽了几个礼装，哎，我觉得可以吧？我觉得我礼装抽的还不错啊！你看，我抽了5个，我已经帮你抽一张满破了，满破再加一张5星的礼装，真的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！有人可能一单连个礼装都没有，我这个礼装算是 OK。你这次活动打起来很舒服啊！好啦，我现在问你，你还有要的课吗？你要自己抽吗？还是你要愿意继续相信我呢？你现在决定跟我讲。好，我直接继续跟他们讲。等我一下啊，那你现在要怎么样？那你知道我去买苹果点卡，还是你先引进回来？我用刷的。我现在真的是想帮你把卡抽到，所以呢，你决定怎么样？你现在如果要把账号要回去，那我们今天就关台。如果你说你要继续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抽。就是继续抽，那你要先给我。不是啊，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，我用刷的。好，我们先谈妥了，我先把账号还给他，他就氪金。3351，哦，心好痛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要花到167克就把它抽到，好不好？来啊！诸葛亮故作此态，我看不如杀进城去。对，父亲，杀进去，不可妄动，不可妄动。马大，马大！啊，痛！干、哦、啊，干扯到好多了，好痛！哦 ，fuck you！错货、哦，没有转金，没关系，好。好多了，四星礼装啊，6张了，我觉得快有了，快有了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。有，枪指的声音，是枪指的声音，有了，枪指的声音，听到了，那个巨乳，那个欧派，摇起来，哎，快撤，哈，快撤，どのような姿であろうと、私は私です。迷いなく、あなたと共に世界を救います。那个巨乳，那个欧派，那个美尻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都有哎、欸，好哦，再来。なんでそんなに慣れてんだよ？快撤！需要脸部美容可以找我，快撤！500吃圣诞餐。感谢我们的 Night Job 500元圣诞大餐，好哦。是不是？出来啦！出来了没有？这就射出来了不是吗？各位，射出来了，好了，可以收工了，耶、yeah ！谢谢各位，光炮没有保护不能用，靠背嘞。
我当然知道广炮没有宝二不行啊。シャルルマーニュ十二勇士が一人。白羽の騎士ブラダマンテ。ブラダマンテ。ランサーとして召喚されました。シャルルマーニュ大王になり変わり、正義をなします。好可爱啊，看，超可爱的。涂到最后的时候，他那个奶就会变大。来，我问他一下，他有没有抽宝二？应该是没有了吧？你有抽宝二吗？没有。宝二哦。抽，考虑。你考虑一下，你考虑一下，两分钟后跟我说。小静说抽到就订阅，那你就抽啊。小静说抽到就订阅哦，好，你说的哦，那我就先以一单的量为准哦。嗯，你自己考虑一下，因为这角色没有到很强，以全体宝具来说，比不上那个25单的男人。我是没扎，因为我是看奶子抽的。哦，你是看奶子抽的，那就要抽啦，抽喽。好 ，OK， 好，他有点勉为其难，就是没有感觉，没有很想抽的感觉，真的。好啦，我们视情况而止。假设说呢，前面30抽的那种感觉都不太对，我们就先停止还给他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是一个我们需要营造一种大场面、大气氛，对不对？营造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搬出我们的管弦乐板。我觉得呢，上帝是诚实的，你诚实的袒露了你对欧派的执着，袒露了对女角的执着，上帝替你关了一扇窗，就会把其他路给钉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给了你宝二，他这个决定是对的，他犹豫了很久，抽啦，嗯，幸好呢，我觉得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待，我们抽到了。没有抽干啊，抽干个屁啊，抽干。好啦，宝二啦，130抽宝二，收工是不是？收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没错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感谢啊。好。感谢你的订阅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感谢大哥哥的订阅，感谢大哥哥的订阅。好，感谢这个普尼讲说到做到啊，订阅我了。虽然他应该是因为有些经济的状况，有些什么样的状况。好，我们这个真男人说到做到了。我感谢我们的这个管理员兼我们的友谊啊，友谊万岁，友谊万岁。